半个多月了吗？上次怎么在这剪？一个月没有，最少要剪两回，最少。头发一定宣传。快点，不行，那把它全部。全部刮掉。嗯。现在都是搞这个刀片刮了，磨的那个刀太难了，现在磨的那个刀都生锈了，生锈了，那个磨那个刀太难了，那还没有这个刮的快。对，但是如果说你要刮脸啊什么东西，其实还是那个磨的刀舒服，但是磨的刀麻烦，还磨，还刮的牛皮大。嗯，我家里面那些老头都搞那个，搞那个荡一下荡一下。原来在家里也用他们那个刮过，那个也刮得痛。他刀不快就痛。嗯。像这个刀片还有，只要是新刀片的话，刮出血来。这个图形搞光很好看嘛，因为你这个头顶啊就要多花，它的这种毛孔变大了，这个长得多了。你这个刀太快了，我们刮了没反应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嗯，那不快的刀在上面刮呢。但是头顶没感觉，那两边头稍微多。头顶本来都没几根呢。头顶上头发还比较厚。头顶上头发比较少，不像两边那么粗。刚下班还是去哪？刚下班，上夜班。如果刮光头的话，要几天刮？一个星期都要刮一回。嗯。你如果你平时那些长头发的呀，那东西有没有在吃？没有。如果说要那个的话，你就不用刮了，你吃下来能长出来。现在的比原来多多了。是怎么多起来的？有没有在看？没有。没有在看他穿着。他这个头发都这样了，有的时候多，有的时候又变少。那你如果说刮一段时间，我说的话，就要开始多。那你刮了之后，你要那个长头发的呀，该抹的抹一下。或者是那个生姜，最土的办法就是那个老生姜。
经常在上面唱嘛。那个要有耐心的，要搞很久的。对，但是我把那个头发全部给它搞那个脱毛膏给脱了。不要脱毛膏脱了，那个脱毛膏，脱毛膏脱跟这个差不多的，它都是把那个长出来的头发给你软化掉而已。发根没有搞掉。发根它肯定在的。那些明星的怎么搞的吗？天天都是光的，光的。他那个他妈的，天天他人家有钱，我靠，人家理发师都是私人。天天刮吗？所以天天刮，人家两三天刮一次。而且你看人家的头发长得多圆，人家整个平的。你如果说你像你这个头部平的地方，他给你填充一下，填充的圆圆的，好看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感觉那个女的隆胸一样的，他妈低的地方给你搞点油进去，就填的平平的，哪怕那一根毛没有，他妈的看着也多圆。看见那明星的光头都搞得很漂亮，好圆哦。嗯，不像我们这些。我们的头上都有包的包花的吧？嗯，脱了脱，奥利奥。那个网上卖的那种生姜洗发水怎么样？应该稍微有点效，看个人的。那个是什么老姜黄？嗯，黄金。那怎么样？他这看个人的，但是你有的人洗了有效果，有的人洗了没效果。我那个搞的免得用生姜擦了，是吧？这个，如果说自己有那个耐心的话，就时间上上，反正你洗头也要洗，就把那个时间都洗洗。你这里卖多少钱？没有了，60块钱，那很大。它是那个生姜提炼出来的。然后你看那个以前那些小孩哦，人家老人就说了，他说那个小孩要多刮几次光头，刮了之后，然后他那个头发就会密一点、浓一点。嗯，小孩子。这个头发，如果说剪得勤的话，其实还好的。但是如果说你剪得不勤的话，它就会出现那种。上面很少，然后一圈它比较难看的很。我们剪掉，其实刚刚剪掉也看不出来。我本来剪的都够多，老婆天天说的，天天来剪着我。嗯。我们正常的人两个月、3个月剪一回，我们1个月剪几回。我现在剪的也好多年剪得起，毛长不出来。我他妈现在都剪得像你这种发型，边上短，上面呢感觉不好。是呀，因为现在他妈的是。嗯。
的思想，是在变了。以前他妈你说谁踢光头啊，谁踢那种那个呀，他妈踢光头像个老百姓。现在的人呢？现在是不一样。现在他们好多理发店都不会刮光头。不需要，他如果说会刮胡子，他就会刮光头；如果说不会刮的，刮胡子他就不会刮。因为现在这个刮胡子这个东西，像出去学校呀、啊，都叫像大店他们叫。要么我来，我先问你会不会刮？我好多店都不会刮。我不敢。那像那些大店的话，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不会刮。胡子他都不会刮。他不敢刮，他这个他是怕那个，本来他刮胡子吧，他是给你顺带刮一下的是吧？啊、哦。他万一他们给你搞破一点点吧，他自己心里也不舒服，他顾客也不舒服，所以他宁愿不去摸那个线。关键还是技术不怎么讲。关键这个东西没那个没钱赚的呀，你像刮胡子什么东西的，没钱赚的。他就单独的给你剪掉，所以说现在那种。专门烫染的呀，专门那种烫染的，你说哦，他那种烫的，那个加上去给你剪个平的，我不会剪。加上他搞那个发头发赚钱一点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他只做烫染的，他就不做别的东西。